响应政府推动再生能源政策，本次参与发起设立新药控股，即着眼于支持政府鼓励长期资金投入至再生能源领域，亦考量此为长期稳定收益型的投资标的，期望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的收益。以上说明，谢谢。谢谢罗副总的说明。